今天我们本来是要去山上找蘑菇的，结果在途中发现有野果，大家看到没有？就是这个，哎，就这个东西，小的时候经常吃，但是不知道它用普通话不知道叫什么啊，这个果子，大家知道的话可以告诉我。小的时候经常吃，嗯，这里还有。这个比较熟一点，折大一点。这个我们叫小黑老虎，它的迷你版。味道跟它差不多，所以我们叫它小黑老虎，但是不知道具体叫什么名字。好，我们到里面去看看。这就是我们刚刚的收获，得了好几个。我们又发现几个。刚刚还在那里找，哎，这个很漂亮，长得非常饱满。这种树呢，这种果子一般长在比较阴凉，然后就是比较肥沃的那种土。像这种小的黑老虎呢，现在人是很难吃到了，因为不像以前那么多，可能是气候变化，很多果子都慢慢的消失了。好了，就那么多了，我们来品尝一下。就吃里面那个水就可以了，酸甜酸甜的，带着甜，里面带着一点点酸。